太讨喜了，你要来当点心当正餐都可以。对啊，可是蛋还没用哎。最后最后它只有十秒十五秒，这平常不用那个倒数三十秒，还没加辣，不用萝卜汤，用那个一般的河粉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没问题。这感觉就很泰式的感觉，炒河粉。那个泰式好溜哦，像辣椒港式，那还有胡椒在先冲出来哦，白胡椒、胡椒都可以啊，只要有胡椒味就行了。对对对，然后最后我们来点鱼露。鱼露为什么增加了咸度，也增加一点异国风情。对对对对对，台菜用鱼露比较少，对不对？台菜用很多，台菜也多。倒数十秒，还有，看起来好吃，好，绝对好吃，绝对要好奇海鲜跟萝卜糕的味道结合的好不好？刚才花了很多时间在炒作它，让水分消失掉，有没有？那这时候你得把汤汁全部吸饱了，时间，好好吃，到。